重要的合作伙伴的。摸够了没有？还不快拿开！你谁呀？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他脑子进屎了呀！我想起来我是谁了。是一个大老板，你啥事儿？我推测的。我大厅振兴起来，共创未来。四海皆谈判代表，谁能够服众，谁代表去谈判。有我胡大胆在，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哎呦我去，真是给你脸了。月色的劝他们不要再闹了。恶心，他们却让我鞠躬道歉。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四海好，咱俩一起振兴四海。行头要到位，大胆！来啊，大胆来啊，大家。